佳节政治人物跑通阿布阿钢琴，总统赖清德为了佳节同乐送上影片祝福，出大绝。你知道什么水果会预言吗？小美想不出来。小明说，答案是柚子，因为预言柚子。啊，我知道不好笑。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。赖总统展现冷面笑匠功夫，还不忘自己吐槽一番。网友留言，你的表情比较好笑，谢谢总统让我在大夏天的盖上被子。而前总统蔡英文则发出合体高雄市长陈其迈搭文化游艇影片。船游亚洲新湾区，途经博尔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蔡英文有感而发，细数高雄几年来变化，而政治人物邱捷电子贺卡也要比创意。副总统萧美琴贴出自己用 AI 做的猫咪赏月贺图，诚意满满。而绿委王世坚抛出射箭照片 ，P 图酷搜，准备中秋烤肉，今晚加菜。蓝营台北市长蒋万安中秋贺卡晒二宝，又宣传势壮运。至于民众党，因为主席柯文哲遭羁押，脸书贴文以 Q 版柯文哲夫妻照片送祝福。中秋节政坛几家欢乐几家愁。三选蔡宇之后抢台北怎么的？